那这个小园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赚个通告费都不积极的？哎，人在那边。哎呦，哎，你怎么才来啊？来来，快开，快开，快开！哎呀，等一下，让我缓一缓嘛，我实在太撑了。哎呦，你这一嘴的这个甜味，哎呦，腻死了。还不是吃了太多凤梨了吗？都怪那个对岸。哎呀，你不要动不动就甩锅，人家只是暂时暂停进口，可没有人按头叫你们吃凤梨啊。那些南部的农民都是我们工作室的铁粉嘛，那都是白花花的选票啊。对岸不买，那娘娘就给我们定了 KPI， 每人每天解决18公斤。一天18公斤的凤梨，吃个两个礼拜，很难吗？凤梨啊，这两个我实在搞不定了，你要不帮我吃？哎，可以，放心。哎，前两年韩大人去对岸推销水果，那你不是给人家扣帽子哦，说人家是统战哦，现在人家不买了，你们还不乐意了？哎呦，蔡娘娘很难伺候啊。说好了两岸一家亲，这凤梨马上就要丰收了，才来这一出，这不是立马的欺负人吗？谁欺负人啊？人家就暂停了这一项，你们绿绿就在那边跳脚。哎呀，你知道台湾进的对岸多少的产品啊？哎呀，要不我给你省着来。哎，这个华为啊，淘宝哈，爱奇艺哦，无人机上面。对，我们工作室还不是为了守护台湾民众的安全，守护我们台湾自由的民主啊！哎呦，绿绿的心中还有台湾人的安全哦。当然了，对岸去年就已经警告过了，你们这个凤梨啊是有虫害的。这不都已经给你们改进的机会了吗？一年多都过去了，你们解决了吗？对，你说这个凤梨真的有虫子吗？对啊。哇，那快，我觉得肚子怎么这么不舒服啊？那就等一下，我上一个厕所啊。哎呀！那其实台湾的防检局呢，自己也说。我们出口台湾哦，出口到这个澳洲的相关的凤梨哦，都会先行进行这个熏蒸的处理。那既然如此，可以用熏蒸的方式来除掉这个介壳虫的问题。那为什么出口到大陆的不行，然后出口到澳洲的却反而可以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其实一点都不难解决，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植物病虫害。我们要了解哦，全世界对于植物病虫害基本上都采取一个零容忍的态度，你只要被检出一次，就可以直接宣布说不再进口你这个地方的产品，除非你改善为止哦。而台湾在去年被检出了13次，所以说对于大陆来说已经是忍无可忍的地步了。那我想民进党政府他不断的希望用这个政治操作来转移焦点，希望这个把这个问题全部都丢给大陆方面，讲这些说什么有关政治性的问题，大家一起来吃凤梨啊，那都救急不救穷。最后你还是必须回归到问题的本质，就是把病虫害处理好，台湾的凤梨自然可以出口到大陆去了。在这一次整个凤梨事件，你可以看到台湾尤其民进党政府啊，这个危机处理啊真的有够差的。农委会一开始出来去讲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升华到政治的议题，他只拿出说我们有90%几的哇都是合格过关的，所以要影射是说啊一定是中国大陆的政治问题啊之类等等等，为了转移焦点，为了不敢砍这个货，然后整天只要呼吁大家说我们要炮口对外啊，这样不断的去洗脸，大家完全不交代自己当时要抗中保台的立场。这官庙这个凤梨王子啊，他就跟博恩犯同样的问题，害到很多果农嘛。这样一搞，你看又炒作出这个大陆人对于这个台湾的这些水果要进来或者任何输进来的东西产生愤怒，台湾就这样无限循环。所以现在台湾最可悲就是这种人，我就是定义为绝亲嘛，就是自以为是就算了，然后整天帮政府数钞票，帮民进党数钞票，这就是台湾现在很可怕的这种年轻世代的思想。哎呦，小龙女啊，你跟这个对岸比较熟啊，能不能去跟他们说一下，这个凤梨啊，而且没有几个钱，能不能请他们今年先收了嘛？不瘦，这个天天吃凤梨，哪里受得了啊？我记得代志哦，恐怕难办。对岸暂时不买，也是为了自家百姓的食品安全健康。哪像咱们娘娘，哎呦，不把食安当回事，草菅人命啊！哎，你怎么说话？不买就不买嘛，想什么什么什么草菅人命？哎呦，那请问是谁为我们吃莱猪的呢？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解释很多次了嘛，你
不要老是跟那个凤梨扯在一起。怎么不能扯在一起？哎呦，为了这个岛上2300万人的健康，趁年他敢不敢去跟他的美国爸爸说？哈，请问那些美国爸爸大人有大量哈，放台湾百姓一条生路啦！出来混，哪里能事事如意？娘娘也是有苦难言啊。这就叫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哈、哦。看看对岸在食品安全问题上多严谨，你们呢？哎，等一下，什么声音啊？外面不懂话是吱吱吱在吵什么？啊，没事啦，你去丢那个什么破藻礁，那时候就快抗议不让建台湾的那个天然气接收站了、啊，到时候阻碍这个台湾的新能源发展，他们不得了的啦！哎呦喂，娘娘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不过就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而已嘛。当初哦，喊着要保护环境哦，要关合适的是你们啦哦，现在破坏藻礁的又是你们啦哦，当初老师要保护食品安全的是你们，现在。开放莱猪的还是你们？这个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毕竟这个时空背景不同啦。嗯，这个怎么总是急着下班要抢我台词喽？我可一点都不急，反正呢，我可以陪你等到今年8月公投日啊。哎呀，到时候什么早交啦哦，什么莱猪啦哦，什么合适啦哦，当年你们娘娘欠的钱、造的孽，他们都会一一上门来找你们算账啦。